春晚香飘飘，我爱记歌词，一一携手嘉宾主持大张伟，在深秋为您奉上不一样的视听体验。我爱记歌词 ，Do you remember 这样一个节目？古灵精怪的大张伟，快人快语，引发现场笑料不断。我是一个巨星，知道吗？原创歌手，这首歌超的，掌声鼓励太棒了。我爱加州演唱挑战芥末吐司，最火辣的味觉极限，谁能涉险过关？他居然还不喝水。秀秀，风干了忧伤，风干了忧伤，小小的人儿啊，风吹一起荡。这些被奉为神曲的经典之作，每一首都不容错过。今晚让您一次听过瘾，不要哭泣。一样经典的记歌词玩法，不一样的酷炫新体验。我爱记歌词，给你新鲜，你准备好了吗？我想这就是爱情。绝对是构成了我们舞台上面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而且也是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我们《我爱记歌词》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现在，请你们就坐。哎，接下来呢，这个算一点点的小变化，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大家已经见过他们的魅力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可是我们全国最有娱乐精神的欢唱团们，欢迎你们！大家好，我们是全国最嗨欢唱团。所以等一下，我们带领我们现场的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一起来欢唱嗨歌，好不好？好。好，那刚刚呢，我说过我们的《我爱记歌词》最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今天场上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华少哥，你居然不在我的身边陪着我了，我觉得好孤单哦。但是我们的导演也还是很贴心的为我请来了一位男搭档，而且据说啊，这位男搭档才华不输华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极高的音乐创作天赋，但是今天他是冲着我们这个男主持的位置而来的，他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个职位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和我一起来鉴定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我的男搭档大张伟。好帅啊！欢迎。三个各位，谢各位。大家好，是啊，大家好，我是优质偶像惊悚帅哥大张伟，谢各位。优质偶像，就别后面两个字就不用再提了，没有关系啊。今天非常开心啊，参加咱们这个《我爱记歌词》Do you remember 这样一个节目哈。哎，
今天参加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喜忧着参半的一个感觉。为什么呢？哎，高兴的是说呢，因为今天啊参加咱们这个节目嘛，是不是能够做这个代班主持，非常开心。哦。因为这个科学家曾经统计过，从月球看地球表面啊，只能看见两样东西，一个是长城，一个就是我爱鸡哥团的现场。是的。哇，您这个牛吹的也太大了一点吧？不过 你们信吗？没人信，悠着这部分，华少老师啊，这么好的一个人呢，怎么就？没有没有，对，当然我们也是怀着一颗崇敬的心情，祝他早日康复。哎，咱们祝华少老先生早日。是是是。好，谢谢大家。当然，今天大张伟来到我们的我爱鸡哥词的舞台上，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好的。那说到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我相信男女老少都不会陌生。是是是啊。因为有很多歌曲，它曾经带给我们一些惊喜，但是在现在新兴人类这个时代，网络传播速度这么快的时候，我们给这些歌曲赋予了更新的一些魅力。这些都是神曲的一个感觉，对不对？今天所以说，首首歌都是神曲。哎，大家要跟我们一起来唱响这些神曲，好不好？好。当然，现在让我们来喊响“香飘飘，我爱记歌词”的口号，周周唱好歌，我爱记歌词。他们演唱神曲《忐忑》的同时，依依在台下挑选了六位最具表现力的观众，他们将成为今晚舞台上的主角。谁才是真正的歌词达人？我们拭目以待吧！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台上六位星光熠熠的选手们！了不起啊，一时之选，了不起啊！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歌词大接龙。我们率先接对的四位才有机会成为今天真正的选手。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应该是你那个年代的吧。我这个年代，哦，九几年的歌曲是吧？对，1991年唱红大江南北。大江南北啊！女歌手叶倩文。叶倩文的歌啊，叶倩文的歌有很多呀，这一首非常了不起。对，这首歌呢，怎么说呢？五个字。哦，五个字哦，而且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人的一句口头禅。对对对，口头禅，流行金语是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有请范真真。第二首歌，这个人姓邓，乐坛之中长盛不衰的一个人啊。哦，而且这一首歌应该今天在台上，我对你还有对他唱
很多女生会对男生说的一句话：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不要采。好的，来，有请王涛，声情并茂啊，来。我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记着我的心，记着我的爱，记着有我天天在等待，我在等着你回来，千万不要把我爱忘怀。恭喜我能不能清唱一下？好，来来来来，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哇，太棒了，了不起！恭喜你接唱成功，有请入座。哇，姐姐，美女好，你好。接下来这首歌曲真的好适合你哦，因为看到你我就想到了那个字。好软哦，好软乎的感觉哦，有软这个字。哎，而且是任贤齐的一首歌曲，小昭为我们带来《心太软》，声情并茂，注意你的舞姿，跳起来，别把地板踏碎哦。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用的，傻傻等待，他也不会。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的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哦，他的声怎么这么温暖的一个感觉呀？啊，是不是？因为我和你是一个学校毕业的。你跟我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哦，来拥抱一下是吧？来，你追上我就可以。来来来，回来。哦，不用不用。人是女生，凭什么追你啊？不是，也该练得出出汗啊。因为算是学长。好，那先去休息一下。好，学妹您先辛苦，您先边上歇会儿。我成功了是吗？成功了，成功了。哦耶！好。好，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的身边还剩下三位选手，但是我们的选手席上只有唯一的一个座位了。哦，所以说只要再有一个人唱对，那两个人就不用再比赛了。对，如果你接对的话，我们后面的两位选手就是来台上打了个酱油。哎呀，我觉得有可能会难到你，因为这个是在80年代的中后期。这歌太老了啊。对，这首歌的旋律都是跳低曲的感觉，在80年代红遍了整个这个世界。是的，他们的组合呢是来自德国的一个 pop 组合。是的，然后他们的歌曲太好听了，他们的歌曲呢有很多人翻唱，杨坤、谢娜都有翻唱过。这是什么歌曲？你不知道吧？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告诉他这首歌叫做《路灯下的小姑娘》。啊，小姑娘哭。不知道是谁把他抛弃，他现在该到哪里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哪里回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里。哦，不要悲伤，哦，不要哭泣。该你唱了，亲爱的小妹妹，快点跟我回家去。太棒了，你把头发剃了出家吧，好不好？是你妈催你了吗？我真不是。她不会吗？好，那现在有请原野为我们带来正解。啊，在这深夜，让我带你回去。啊，是这样的，正解啊，了不起。好，
因为你没有能够成功接对这一首歌曲，你把机会让给了后面的两位，可惜了啊。但是你们能不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呢？对，那么马上就要到下一首歌曲了，这个歌曲要不你也来演绎一下吧。这首歌是一个广东话的歌曲，所以说我不会但是姐哎这啊我你们有人会是吗？猜出来了。当然啦，我睇到系广东人噶啦。你是广东人啦。系啦，我广东人几好啊。来，我可以啊。我哋讲啦，你可以讲，听得明啦。这样你看一下这个歌名，你来介绍一下啦。呢首歌咧都好聪明啊。啊，就系啦，一首好聪明的歌啦。很。下去。聪明得不得了的歌啦。但其实很早的时候，这一首歌的流行也让很多人来通过这一首歌开始学习广东话。这首歌英文你一听就明白 ，Red Sunshine， Red Sunshine。这首歌就是非常红的李克勤老师的作品《红日》。好的。让晚风轻轻吹过，伴送着清幽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传出你每个血液。白月穿纱过，命运就是的杯流离，命运就是曲折离离，命运就是曲拍着，昨日未趣味，亦流泪山川更不颠舍。来，我愿能一生不约陪伴你。恭喜，结唱成功！太棒了！哎呀，真的是太遗憾了哈。四位选手都选出了哈，您是贵姓啊？我叫我小兵吧，小兵啊，对，文武兵。我想哦，小兵老师您好啊，没啊，本身来说，那您这个文能提笔定乾坤是吧？武能骑马夺天下，这样一个感觉。我这么说你，你就信了是吧？太好了，你这人就是心宽。然后呢，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说，你会什么才艺吗？我们想展示一下。我本人在日本留学八年，现在回国创业。那就给大家带一首日语歌吧。好，吓我一跳，还要带来创业。好来，好好的。樱花，樱花，撒哭了。撒哭了，撒哭了，今咲き誇る刹那に散りゆく定め星。这首歌唱的就有亲情在里头，人才啊，唱的太棒了，是不是？掌声再次鼓励一下，谢谢，多棒啊，真的是。好，到你了，竹竿哥哥，你刚刚有机会，但是你没有把握。穿的多好，跟阿宝似的，你会唱那个人吗？我是来自江南大学，然后现在读大三的学生，我学动画，我叫王文菊，然后我喜欢唱歌，喜欢唱歌，唱一首来自 Shakira 的 Eyes Like Yours， 然后喜欢他。哦，这要唱一首来自巴基斯坦的歌曲是吧？这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好的 ，Shakira 来。哟、哦。I want to die, I want to fire. It's time to forget me. Traveling over, devil or shame. I left you, wanna let you. Living life, not even known. But just no one to carry you. Carry that when I'm gone. I can't let you, nothing go. What does my mind say? I'm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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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rry
有机会能够加入我们的欢唱团，好不好？我觉得两位都挺大的。我觉得有沈老师已经够了。OK， 那好吧 ，So just you can go。不对，不是，这个不叫 just you can go， 叫 play go。哦 ，play go。玩去，来，来玩去啊，边上玩去吧啊，拜拜啊。好，对不起啊，别生气，对不起啊。好，所以 next 的 we can do what？ 啊 ，you talk about I don't know 啊，然后来咱们进入下一个啊。OK， 好，下一个环节我们可以进入的是歌词对对碰。又，我爱记歌词。这是新浪网、新浪微博、酷我音乐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好的，掌声鼓励啊！是的啊。好，那在这个歌词对对碰这个环节当中，我们要请场上的四位选手按照刚刚获胜的顺序，头两位来到我们的中间，有请。头两位来。歌词对对碰游戏规则：四位选手按照过关顺序分为两组，两两 PK， 每一组都将通过两轮比拼，以积分制的方式决出过关者。若打平则进行抢唱，两组 PK 结束后共过关两名选手。哎呦喂，好，来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小白，谢谢小白。哎，那我们看一下身边的这一位到底靠谱还是不靠谱，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糖糖。哎，不是姐，不是，我跟你说，不是，你是就是说会正常说话就是这声儿是吗？我都结巴了。你正常说话差不多就这样，就是这个样啊。来，这样好了，志玲，你让他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女人，好不好？不是，你过来呀、啊，来往里走啊。没有那个。哎呦。嗨。哎，我觉得我输了。不会的，小妹妹，你平时用什么护肤品嘞？你平时逛街去哪买衣服嘞？志玲。勇敢，我有点 hold 不住，对不起。他 hold 不住了。王总，浴缸那种感觉特别棒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追逐这个歌声，好不好？小白、糖糖，那首先要进入到的就是歌词大填空，第一首歌。草蜢唱的这首歌曲，有 sorry， 五个字儿，有 baby sorry， 你这都不知道啊？你是吃什么长大的呀、啊？现在还没做奶呢，哎呀，真棒！然后叫什么 ？Baby Sorry， 草蜢，大家搞的叫什么名儿？一，宝贝对不起啊！你瞧，全国人民都知道啊！好，有请小张。沉默不语，一万句我爱你，我一定会来看你。太好了，恭喜，成功率100%。好，所以看来你要积分的话只有100%全对，但是还是会打成一个平局的状况，好不好？好，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应该是非常喜庆了，对，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听到的一首歌曲。对对对，但是这首歌其实我不是太会唱啊，我相信你应该会唱，这是中国娃娃那个过年是会唱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发财发福中国年。有请志玲。
哎，你们来直接上这儿伴舞来吧，来过来过来，看这儿伴舞。一件一件的过去，信念又来临，我不等你。不管到世界各地，不要的清晰，家家都满心。志玲告诉我们，他有接对吗？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刚才被他吓到了，有点 hold 不住。好吧，还是我来说吧。恭喜你，百分百全对。哦，太棒了！哎呀，好，那现在呢？因为你们两个都打平了，第二轮至关重要，谁能够拿到至关重要的一分，就可以进军下一轮，好不好？对，马上进入歌词大找茬。歌词大找茬游戏规则，每首歌曲中有三个错误，两位选手通过击博的方式指出错误并改正，答对的选手将获得一枚蓝巨星标志。那么马上要唱这首歌的这个领唱啊，你猜是谁呀？他是全宇宙之中啊，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兼顾于美貌智慧 与智慧还有性感的化身，这样一个持续了身高这样一个男性，你猜是谁？不是我啊。太棒了，那么这首歌叫做洗刷刷，来我来给你们唱一下，你们找这个词好不好？来啊，好，有请我们的特别领唱大张伟。我要开始唱了，听好了。嗯啊龙啊龙，嗯啊痛啊痛，嗯啊红啊红，我的心痛，嗯啊痛啊痛，喷啊喷，风啊风，请你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哭出来，闪闪红星里面的记载变成此事对白，他们听不出来，捡了我的给我不会，注意了，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花拳谈恋爱，每次都是惨惨，太棒了，哥哥，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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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你现在打完岔之后，如果没猜对，会遭到电击的。哎，你试试说一个，我听听。应该是划拳，应该是划拳班恋爱。那我唱的是什么？他唱的是，我忘了，反正不是班。关键是前面都没有听出来啊。那其实呢，这首歌里面一共有一二三三个错误的地方，但是现在只有我们的糖糖找出来一个错误的地方，所以来有请我们的。好，由现在有请本格格宫中非常帅气的一号佳丽。那现在其实刚刚之前的两个错误都没有找出来，第一个错误大张伟告诉我们。哦，第一个错误是我。是唱成喷啊喷，其实是蒙啊蒙，是这样的。好，第二个，还有一个是吃了我的给我哭出来，我唱的是哭出来，应该是吐出来，是这个感觉。好嘞，那鉴于两位的这个成绩太差了，所以我们再给你们准备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还是我的冠军单曲，叫做 We Can No Can No Break Hand。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来，老师请了，谢谢您。冷风中颤抖，曾为你鼻涕狂流。太好了，好，来小白，这么甩的事儿你终于明白了。来，我唱的是曾为你鼻涕狂流，应该本身应该是什么？曾为你泪水狂流。太棒了，哎呀，来有请大王。好，现在是本格格的二号驸马小艺为美女献上蓝巨星，有请。小艺是帅的啊，来，来，有请继续。曾为你万事都低头，你怎么舍得开口？好，太棒了！哎呀，你越来越聪明了，真的是啊。你可能是加词过了，然后你接着来，来说这句有什么错？确定有错误吗？曾为你万事都低头，你怎么舍得开口？应该是什么？你再唱一遍。我是一个著名的歌星。
国际巨星，你让唱我就唱啊！啊，对不起啊，我给你唱啊。曾为你万事都低头，你怎么舍得开口？好像没错啊。就是没有错嘛，就是没有错嘛。啊，没错，好像啊。哎，他没有错怎么办啊？没有错，我提一个。没有错，给我再用一下。你故意猜错我的歌是不是？哎呀，不是的了。三二一。我跟你说，巨星都脾气特别不好，明白吧这个道理啊？咱们接着开始，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注意听了，孩儿他妈别走，这是谁写的词儿？来来来，孩儿他妈别走，亲爱的别走，太棒了，接着听啊！全世界都让你要娶我。应该是什么？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哎呦，真美，这声太棒了、啊、难道你就不会心疼？好的，都结束了，那等于说还行哈、啊、误答了一个，但是这回都答出来了，是这样一个感觉。小白和糖糖在大填空环节都填对了八个空格，大成平手。在歌词大找茬环节，两人同样不分伯仲，各成功找茬两处。由于前两轮大成平手，他们只能通过抢唱的方式决出胜负。请抢答。好，那现在呢，我们的小白和糖糖因为在我们的歌词对对碰两个环节当中打成了平手，所以要通过最后一轮的抢唱来决定胜负。这个非常激烈了啊！哎，这一首歌曲哇，大江南北啊都很熟悉、啊、了不起了。歌名是一种牧民套牲口用的长木杆，一头拴着用皮绳做的活套。哎，那这首歌呢，它将民族特色和现代音乐有一个完美的结合，乐曲创作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滑音，给自己这一首歌曲增加了很多的特色。歌词非常有特色，跑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这个歌词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知道什么歌了吗？二一，请抢唱。恭喜糖糖获得了抢唱权，但是你可以决定是自己唱还是小白唱。我自己唱。唱错的话，小白直接晋级，你淘汰。你就淘汰了。OK， 好不好？你对自己有自信，对不对？太棒了。好的，有请志玲为您领唱《套马杆》。志玲加油！那现在你可以回到属于你原本的座位上去，请把上宝座。好，好，那要把小白请到我们的中间来，有请。你感觉跟一个比你声音更女人的人 PK 有什么感受？其实我可以比他更女人，谢谢。哎呦，好。那你有没有什么让我们可以开心一下的才艺？要不我就跳一段舞蹈吧，就是我需要一个人助理。哦，你让我当柱子是吧？对啊，行，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荣幸。One, two, three, four, five.
拜拜拜拜啊，这边 play go 啊，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进行歌词对对碰的第二组选手的对抗，来，有请。哎呦，等一会儿两位也要演唱神曲了，先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认识一下你们。那个，我的名字非常好记，基本上可以从外形来记住。我的名字叫丸子。丸子啊、哦！您是那四喜丸子还是八宝丸子、还是？现在都健康生活，我是那清汤丸子。哦，是是是啊！哎，您叫什么名？我叫苗苗。苗苗啊、哦，太好了，非常可爱的名字啊！哎，那两位同样是用刚刚的比赛规则，好不好？好。第一个环节，歌词大填空，有请我们的丸子。你要接唱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他通过网络感动了很多人啊，对对对，算是刀郎第二，刀郎是网络最红的嘛，他算第二红的。然后这个中间也带个花字，但是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一首歌曲是为了纪念一个出车祸身亡的女孩，有请海风丁香花。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落出伤的人啊，和花儿枯萎的时候，和画面定格的时候，多么娇艳。感觉着那个大王和我们的肖老师在那跳的时候，你就像容嬷嬷一样处在中间。开门鲜花，紫薇你快出来吧。来，那个最经典的那一场戏，紫薇过来。刚刚跳得太差，拿针扎他。啊，容嬷嬷，容嬷嬷不要不要，说，二哥救我！是谁派你来勾引皇上的？尔康来了，你吃哪根葱？容嬷嬷，你上次欺负了紫薇。这一次你继续欺负他吧，外面有怪兽，来来来来。哦，还是来回到中间。那我们的丸子容嬷嬷到底有没有接对这一首歌曲呢？恭喜你全对。我们的亲爱的苗苗。哎，苗苗刚才跟我聊天，聊出一狠事儿来。什么事儿？你知道金韩一吗？就是那个，我也是我们公司同样的这个歌手，韩国思密达歌手，韩国思密达，他是他妹妹，哦，就所以说今天也是等于说算是名门之后这样一个感觉，对不对？那个思密达他有什么作品？你得告诉我们一下。哎，咱们进入这首歌曲，然后呢，这种公司，但我还真不知道，对不起啊。然后那个这首歌啊，来自现在最红的一个组合了，就是说啊，我跟你说这个人有多么的红，就是近两年所有包括周杰伦、韩庚、李宇春这些人的歌都没有他们红，真的，他的歌是最红的。月亮之上，不是，你直接猜出歌来了，你看我手卡了是吧？这么讨厌，你要挑战就是《月亮之上》这首歌曲。有请范丞丞、王涛。耶耶。对，王涛，你得出那秃子那样，哟哟哟。我在阳光，月亮之上，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自由的飞翔。昨天你忘了，哟哟。风干了忧伤，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苍茫的路上。生命已被牵引，潮落潮涨。有你的远方就是天堂。我的胆魄像山，我的灵魂早已脱缰，马蹄声起，马蹄声落。Oh yeah, oh yeah。
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起早长呀，大雪飘扬 ，Oh yeah，Oh yeah， 美女在我的心上，谁能有我？你跟错了，他不会这首歌，完全不会吗？所以你也不准备再为我们重复一下你的歌词了，还是？他完全重复不出来。这样，你看着歌词能唱下来吗？可以。哎，那这么着吧，给他一机会，反正已经输了，是吧？你看着歌词，跟我们的王涛和范真真一起来把郑姐唱出来，好不好？齐涵一的妹妹是不是？来，有请。来，上这边。来，上这边。来，一块儿上，领着，跟他们一起来。西边放羊，天啦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秀秀，在日月长相后，你的山是身旁，有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太棒了！哎呀，唱得太棒了！哎呀，唱得这个动情啊，让我觉得哇，人生又一次洗礼的感觉啊！真的，我觉得你大有超越范真真。金涵一的妹妹了不起啊，真的是。好，那现在呢，第一轮我们的歌词大填空，恭喜我们的丸子金一分。好的。好，马上进入歌词大找茬。把一首歌曲当中的歌词故意改错，如果你们听到的话就抢答，抢答对的话可以给你们送上一个幸运的蓝巨星。对。说到找茬，我算是中国找茬界韩庚，是这个道理。然后所以说呢，接下来这个任务还是由我来完成，好不好？好，来，好。那么我要唱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跟父亲节非常有关系的歌曲，画爹飞，画成爹飞起来，好不好？来，巴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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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呀，哈哈，注意听啊！扑啦扑啦飞，扑啦扑啦追，紧相随。只要你完美，我情愿喝醉，无所谓。有人打吧。好，苗苗。我哪唱错了？我情愿破碎，无所谓。太好了！哎呀，给我们憋的呀！冠晨为大家献上蓝巨星。接着来，春风来作陪，秋夜去点缀，尝一杯。圆月老作美，成全你我天仙配。化蝶飞，化蝶飞，饮一千余落叶而陶醉。呼啦呼啦飞，呼啦飞相随。太好了，呼啦呼啦飞，呼啦醉相随，化蝶飞，化蝶飞，饮你阴晴圆缺而西北，呼啦呼啦飞，呼啦醉无悔。哎呀呀呀呀，来，哎，你来，你看看哪儿错了？相随是吧？两段歌词，我能本身。我是一个巨星，知道吗？原创歌手，哦、这首歌抄的，然后但是，等会儿，但是词儿是我写的，我刚才已经说我唱过相随了，第二遍不可能是相随了。你故意抢答巨星的作品，还抢答？好，那现在呢，我们的丸子其实也已经积了一分来。格格玉，有请五号佳丽苏博。第一首歌曲《化蝶飞》，两个人每个人找到一个错误，那我们还要为你们献上一曲歌曲，这首歌都来听哦，叫做《My Juicy》，Give You Half One 啊，就是我的果汁分一半。我要那个啊。你要那个啊，睫毛弯弯。好的，听出来了，什么？来吧，应该是什么？您说应该是什么？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好，睫毛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前途漫漫。好，你好像都懂啊，来，这是什么？长路漫漫，多
磕磕磕绊绊。好，我只分你一半，爱像不复产。注意听了，今晚多么美满，约会相当浪漫。我只分你一半，我也叫你买单，谁跟谁被细算。我只分你一半，偶尔我也会翻，脸色说黑就黑。我只分你一半。这太不绕嘴了，这个啊，就是应该是什么？不是脸色说黑就黑吗？应该是什么？脸色说翻就翻。一二三四，偶尔我也会翻，脸色说翻就翻。我只分你一半。啊，读一句吧，就算怎么艰难，也要保持乐观。我只分你一半。太好了。请问是又有错吗？ 你就信了是吧？啊，来，这句有什么错？我只分你一半，怎么错了？没错呀，唱得特别好，欢呼一下。哦，是啊。好，来，大王。格格义，请陈亦如为容嬷嬷献上蓝巨星。分别是我们的丸子鸡两个蓝巨星，我们的苗苗一个蓝巨星。现在呢，我们的丸子身上有三个蓝巨星的标签，而我们的苗苗身上只有两个蓝巨星的标签。也要先有请我们的丸子入座。不要伤心，不要伤心啊！感谢咱们苗苗，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您啊！那现在呢，这一个环节，我觉得应该是全场神曲大声唱。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一首神曲人人都会唱。哦，这是什么歌曲呢？哦，这个歌曲的演唱者呢，他很聪明。他很可爱，很有智慧，长得又很帅。你没有必要华少不带，不没有必要这么夸他。说谁呢？我真的很想送给自己两个字：虚伪。哦，没有没有，您肯定说的是谁？我听听这些人到底是谁？您觉得是谁呢？我觉得在场来说呢，您要这么夸，您这么会说话一个人，说的一定是我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好，那我来问一下啊，大张伟的歌你们都听过吗？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合唱蓝巨星，我们就要唱响大张伟的神曲《戏刷刷》啊！好的，合唱蓝巨星游戏规则：大张伟将带领现场观众一起合唱超人气神曲《戏刷刷》，分数高于60分，则现场所有观众都可以获得《我爱几个词》全年通票。领唱对全场挑战蓝巨星成功与否进行预测。预测错误的一方将要挑战史上最残酷的味觉惩罚。志玲和我们的王涛选择了你们能够成功的超过60分，而我们的原野和小赵选择你们会失败，失败的那一方要接受一个很严厉的惩罚，到底是什么呢？先有请我们的蓝巨星还有大张伟。好的，洗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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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挥手，左摇手，右摇手，谁不摇手谁小狗。唱准了就没有问题了，唱准了，一来。嗯啊，冷啊冷，嗯啊，疼啊疼，嗯啊，疼啊疼，我的心，嗯啊，疼啊疼，嗯啊疼，嗯啊疼，轻轻拉着我的心，我送回来，吃了。有神曲的领唱者大张伟，来，有请上到台上来。现在我们的真真、志玲、王涛选择了他们可以成功唱过60分，我们的小昭和原野选择的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一项任务。那如果猜错的一方要接受什么惩罚呢？谁要是输的话，就要把整个一管芥末全都挤在上面，立马吃掉。如果是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就坐在中间吃到最小为止。你们三个也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吧，芥末其实真的挺香的。我觉得你这样做特别的不厚道，咱们应该手在一起这么举，你知道吗？这样让整个这个气场就对了，就 hold 住了。好的，
我去，这要吃了这辈子。就撒油奶辣撒哭了了就。做好准备了。来来来，你说。你们不能掉包，不能掉包，放在你手上。愿赌服输啊。现在决定谁会吃下这一整片涂满了芥末的吐司的时候，到了蓝巨星，请出发。决定谁会吃下这一整片涂满了芥末的吐司的时候，到了蓝巨星，请出发。60分。范丞丞可喜欢吃这个瓦萨比了，可喜欢，可喜欢吃啊！对，可喜欢。但是你是一个男人，对不对？对，我知道，我先吃嘛，先吃，来来来啊！你把那个哦，来，你不会吃那个没有芥末那点吧？嗯，好，掌声鼓励，太棒了！勇气回家，好，爷们儿，来，爷们儿，好爷们儿，给大家拿点水，拿点水。后边才是更狠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中间这一块东西最多的。志玲，志玲，憋住了。呀！喝水。喝水。喝了，妈妈。哇！志玲，歇会儿。不容易，掌声鼓励啊！哎，这都是巾帼英雄，了不起！我跟你说，人生就是这样，一闭眼就过去了，就一秒钟的事儿嘛。我，大家可看好了，他要夹心吃哦。不是，他真的很厉害，吃芥末他绝对厉害。豆夹馍这么吃。哇！他居然还不喝水，不要给他水。呀！他把鞋脱了，哎，太好了！快点冲到河水里面去洗一下。他已经疯了。好的，不要，何苦为难自己呢？是不是啊？来，先喝着。所以说，勇气可嘉，再次掌声鼓励。他已经吃完了，太棒了！一阵欢歌笑语。一阵火辣辣之后，哎，马上呢，哎，小弟有一个不情之请啊，因为小弟出新专辑了，叫做那个《大张旗鼓》啊，能不能让我们更加感受火辣辣一点呢？然后呢，我来唱一首这个主打歌曲啊，叫做这个《心无言的结局》，希望各位鉴赏一下，谢谢各位。谢谢大张伟为我们带来《心无言的结局》。谢谢。叹息两分离，情字不过是骗局，春回大地化了雨，我却怎看不到世界的暖意。啊啊啊，春天我问你，我的真爱在哪里？啊啊啊，真爱我问你，我的情人在哪里？啊啊啊，情人我问你，你的良心在哪里？连叹息都也没了力气。啊啊啊，春天我问你，我的真爱在哪里？啊啊啊，真爱我问你，我的情人在哪里？情人我问你，你的良心在哪里？我和你怎唱起这无言的结局？我和你怎唱起这无言的结局？好听吗？谢谢。祝你这一张大张旗鼓可以大卖，好不好？
谢谢各位，各位都是好心人，谢谢各位啊。好，谢谢。那现在呢，还要带领我们台上的两位，我们的不靠谱的，我们的糖糖，还有我们的丸子，来进入我们香飘飘我爱记歌词的第三个环节，冠军决定战。好，那现在要首先有请我们的糖糖和我们的丸子。来，丸子，糖丸子，来来。同时呢，还要欢迎所有的朋友参与到新浪微博的歌词牛人征集令当中，来拨打电话95013866，唱出你最喜欢的歌曲，就有机会成为香飘飘我爱记歌词的选手。当然，还有一路报名热线是0571-5635-5351。10月22日，赵宝刚导演男人版《欲望都市》，孙红雷携手黄磊、方俊打造30集都市男人情感大戏《男人帮》，掌声鼓励，各位接着收看一下。希望大家可以锁定这张卫视中国蓝的中国蓝剧场。好了，现在我们台上两位呢就要进行最后的决战环节了。冠军决定战游戏规则：两位选手依次挑选7个歌名提示板，每项提示对应1000至5000元不等的爱心公益金，公益金数额越高，提醒越难。选手每接对一首歌曲，获得相应的爱心公益金；若接错，则此首歌曲的爱心公益金归对方所有。最终，爱心公益金累积高的选手成为本场冠军。因基数题目所致，优先选择的选手占有优势，所以在冠军决定战开始之前，我们将以蓝巨星套歌的方式决出优先选择权。那蓝巨星呢，也不是那么简单唱的，因为它有一个套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本身小弟啊，在套歌界算是套歌界的韩庚，是这个道理。找茬界的韩庚。对对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套歌呢，等于说就是每首歌不挨着，但是它又能连在一起，这个感觉。哎，这样我来。到底怎么唱呢？给你们示范一下好不好？哎，来来来来。好。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都是东北人，风在吼，马在笑，我嘚儿滴的笑，我嘚儿滴的笑，小城来做客，好想好想，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Sorry, 开飞机的 Sorry。 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好，来，我们先看选择画面 A B C， 我们的按照过关顺序应该是我们的糖糖先选。那选 C。 好，来，我们看一下 C 会有哪些歌曲呢？C 的歌曲分别是我的麦克风，可惜不是你，我的未来不是梦，莫斯科没有眼泪啊。来，蓝巨星请出歌。Send away baby, yeah, yeah, here we go。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哦哦耶，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都是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我认真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认真的过每
小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但显得我天真，以为可以一辈子不跟谁。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的泪不住哭的惨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美。不错不错不错，都准了。你的丸子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点点压力？他要是比我的分高，我是不是就 go play 了？你就 play go。go play 是啊 ，play go。啊，对啊 ，go play 是乐队哈，非常了不起啊。好，来，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分数到底会是多少呢？蓝巨星，请出分。太高了，76.9。好，那现在我们的丸子也要来选择属于你的套歌组合。来，有请选择画面 A 和 B， 你会选哪个？我要问你，我选择 B。我是 B 型血，我选 B。哦，太好了，来看一下 B 的套歌是《黄土高坡》《不想长大》《2002年的第一场雪》和《双截棍》。为什么这么抓狂？这四个歌哪儿都不挨哪儿啊！但是都好唱，都好唱。嗯，这四个歌比刚才那四个歌好唱。好，好顺。来，有请蓝巨星出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我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被落下。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是爱的他，是爱我的他，已经变得不像他。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被留下。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是爱的他，是爱我的他，怎么会爱上别的他？2002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停靠在8楼的2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2002年的第一场雪，是留在这些难舍的情节。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成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就是人心里哼哼无敌，你是带领太极风生水起。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如果有听风飞檐走壁，反正可能不是能是一身正气，哈哈。来来来，那嬷嬷有没有信心超过我们的糖糖呢？糖糖天生是格格的材料，我这摸摸有点悬，但是你要自信好不好？来，自信，看一看这个成绩是多少。蓝巨星请出分。63.8，太棒了，咱们输了。那个我记得那个潇洒哥曾经说过一句话的，他说输了不要紧，场面要 hold 住。哦，我们的糖糖不怕五哥又赢了是吧？这道理啊，有了优先选择权，那我们要出我们的选择画面，分别是5000、4000、3000、2000和1000的歌曲，但是你会发现后面对应的并不是真正的歌名，是需要通过你自己的判断的，好不好？来，对，首先给出我们一个你的选择，要选哪一个？选。要我建议你应该选个，是不是应该中间感觉的这种感觉？我选一个3000的吧，先。3000的啊。3000的哪一个？太高。大笑的花。大笑的花。大张伟。啊，你觉得有可能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那个赵本山跟那个谁那个大笑江湖，对不对？哦，因为他整个大笑的花嘛，然后整个身体特别的感觉潇洒的感觉，小沈阳是吧？对，这一首歌到底会是什么呢？
好、哦，那么小弟不才啊，写这首歌曲。当然，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我们的大张伟为你领唱，到底能不能成功拿到这3000元的爱心基金呢？有请大张伟。一二三四，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的，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加不容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我是谁家那小谁，身上赛过玻璃盔，冒雨赛过猛张飞，干燃发亮又黑，是走南闯过北，气质出众又拔萃，长江狂我喝过水，和鞭炮地雷经过嘴，和谁很憔悴，是马来仙人吹，你是西山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能接着唱，小小的人儿啊，风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小小的魂儿啊，家不人尽般，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我要说一下我第二句是逍遥的魂儿，逍遥的魂儿啊，家不人尽般。那我们的原唱也在这儿，刚刚他有仔细的听你的歌词，到底有没有接对呢？全对了，恭喜。太棒了，谢谢您啊，这么支持我的歌，谢谢您啊，也恭喜你已经获得了第一轮的由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3000元的爱心公益金。好，那现在我们的丸子嬷嬷，哎，他3000你就得更胜一筹的，对呀、啊、不然的话人家还比你多一个机会、啊、你就很难赢了。和世界的屋脊，动物原始的本能，世界的屋脊，这一听这歌就高，因为它往上走嘛，世界的屋脊肯定是高的。而且你学过地理，你肯定就知道，4000。世界的屋脊是哪儿？我们都知道的，请看，李娜，青藏高原，蓝智星歌曲啊，我以为是接词儿呢，能不能换？不能换，所以人生就姐姐，咱换一个行呗。当然，你也有一个权利，就是你可以选择我们欢唱团里面任何一个成员来做你的外援，帮你唱这首歌。帮忙唱，肖老师 ，OK， 肖洒哥，选我 ，No problem， 选你，跟着你有肉吃，对。好吧，那蓝巨星，请出歌。上青藏高原 ，OK， 高的就不行。是谁？去养了。请问这里是哪里？这里是梦里。我们的肖老师的分数到底是多少呢？蓝巨星，请出分。谢谢肖老师。太棒了啊！太棒了。好，那现在你这4000元的爱心公益金来之不易啊！这个节目好好玩，不用唱歌都可以拿到。马上你该挑战更难的了。好，来，请看选择画面。他现在赢你1000哦。
动物的原始本能好难猜哦，我觉得。我选个保守点吧，我选2000吧。两千哪一个？两千，我选梁山伯与祝英台吧，但我猜不出来是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应该是什么？化蝶吧，应该。化蝶飞吗？无所谓啊，反正我如果唱出来也。他猜的是无所谓，好不好？好，咱来看一眼这个到底是什么歌。两只蝴蝶，庞龙。这一首歌呢，将会由海峰为您演唱，庞龙的《两只蝴蝶》。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亲爱的，来跳个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天天飞，飞越着红尘永相随，对赌你一生爱恋我千回，不辜负你的柔情，你不辜负我的美。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着红尘永相随，等到秋风起，秋叶落成蕊，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好极了，来，请给我确定一下第一句的歌词。追逐你一生爱恋我千回，不辜负我的柔情你的美。化蝶飞去吧，恭喜你完全正确。那你也成功获得了2000元。我们来看一下两位的比分，是分别是丸子对糖糖，4000对5000，糖糖暂时赢1000。我跟你说，他万一再选5000，你就彻底就不可能了，你明白吗？所以现在你要有一个特别狠的赌注。就是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5000了，是吗？我觉得你看看你，反正你过日子又不是我，来你看看啊。动物原始的本能到底是什么呀？动物原始的本能。做人要有勇气，你明白吗？5000。好，场面要 hold 住吗？对了。他们输了赢了，场面 hold 住了吗？对，顶多5000分给人家了，对不对？就是，这有什么的？拿去，那 hold 住，就选5000那个。真的选5000吗？5000，好棒，姐你真是纯爷们。我先跟你说，这一首歌，大众对他的熟悉程度真的非常的高。哦，你瞧，因为他有在2005年的春晚上面被一位网络歌手唱红。就这么说吧。这歌就没人不会唱，真的，对对对，他这算是最第一个红的网络歌曲，最红的那就不，我连你的歌我都能倒过来，这谁都会唱。对，这个无所谓了。所以说他的名字非常好记，对，什么歌所有人都会唱。但是这一首歌，你不是填空，不是接一句，不是蓝巨星，你要接一整段。但是这首歌相当熟悉，所以说对自己有信心，也有可能会获胜啊。有信心。好，这首歌就是老鼠爱大米。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敢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的实现，我会加倍努力
数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好，其实你真的唱得很不错，然后声音也很甜美，和糖糖一样哦。但是你因为是把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唱成了好好爱你，然后我会轻轻在你耳边说，你唱成了我会在你耳边轻轻说。所以很遗憾，5000分你应该知道怎么办。送给你了，糖糖姐，不是糖糖哥。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爱心公益金的对比状况，分别是糖糖7分10000元，我们的丸子只有4000元。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选择画面，场上的分数还有3000、2000和1000，而我们的积分相差数是6000元。所以我们的糖糖，只要任选一首歌曲，你都可以获胜，好不好？选哪一曲？其实大概1000元的我猜到了，我不选他了，我选那两首我没猜到的。哦，我选一个2000吧。哦，这个好，这首歌是不可能发生的爱情，所以说它是扑朔迷离，有可能是卡通一点的。它的名字是《狼爱上羊》，有请小昭。要说不要客气，谁让我爱上了你，在你身边有多么的危险，我都会陪伴你。就这样，他们快乐的流浪，就这样，他们为爱歌唱。说有爱就有方向，狼爱上羊啊，爱的风光，他们穿破世俗的城墙。狼爱上羊啊，爱的风光，他们相互搀扶去远方。哇，太棒了！哇，哎呦，我真的，我特想问你，你有工作吗？啊？你有工作吗？还是你专心于唱歌？对，他怎么什么都会啊？这个。但是，我再给你5秒钟的时间，5、4、3。如果你错了的话，丸子有可能反败为胜。2，我只说一句，就是说我那个后面那个爱的风光，对，我应该是没有唱错的，他们。关键是词儿，穿破世俗的城墙。一，二，我只说一句，就是说我那个后面那个爱的风光，对，我应该是没有唱错的。他们，关键是词儿，穿破世俗的城墙。一 ，OK， 不用那么紧张，其实你完全正确，我只是吓你一下。所以恭喜我们的糖糖赢得2000元的爱心公益金。来看一下现场场上的分数对比情况，糖糖12000元，丸子4000元，而我们场上所剩下的金额已经不足以让我们的丸子来超越糖糖了。所以有请我们的我爱记歌词的宝贝们来上场为糖糖庆贺一下。冠军奖杯，高举吧！高举奖杯，高举奖杯，耶！在这个欢乐的时候，也要有请出我们所有的欢唱团们，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唱起来吧！来到舞台的中间，每个人都有
到自己喜欢的歌曲，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唱响了很多很多的神曲。当然只要你喜欢的歌曲，我们希望都可以在我爱几个字，像飘飘我爱几个字的舞台上面唱响。我爱几个字，让梦去黑市，音乐像盒子装着缤纷故事。请出 Trace。 一道落落刻落穿万丝铭痕，开始如何翻来，我是 Trace。 最落怕着谁那天有多高，历史可否行得对。 6 7 8 拼了拼了，太拼了，这节目怎么录啊？